本期讲解一个职场生存思维啊，和这个360职场沟通的这个教程，祝你抢占思维高地，懂人性，会说话。同时进入职场，为什么啊？别人晋升的比自己快，为什么我干活这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功劳？为什么他总是招人喜欢，被提拔不知道啊？被提拔不知道怎么带好队伍。在线上收集了成千上万个问题啊，归类提炼，发现大家在职场沟通、社交方面有很多的需求。经过半年的准备和打磨啊，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体系化、纪念性的课程啊，这是整套课程。从零基础讲解如何在职场这一个如鱼得水啊，还有这个团队啊，还有这个客户，还有上司、同行啊、同事等等，非常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50多节视频课，视频也比较大，大家看都1-2百兆、2-3百兆，讲得非常好。如果想要在职场混得比较好的话，这套课程非常合适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。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职场生存思维，或者是职场沟通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